这首歌呢，你们有听就知道了，我应该不用介绍。这什么歌啊？现在很想见你，正如我现在的心情，现在很想见你们全部哦。耶，一起唱好不好？一起来哦。 会唱这些歌是因为呢，全部我今天唱这首歌呢，都收录在我的最新这个分享 DVD 里面，所以希望你们大家都愿意支持这张专辑，好不好？好。耶，我们一起唱这首歌，一拍手吧。音乐停了，他不给我唱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唱什么？哪一首？有音乐吗？好了，那这样子好了，谁要上来唱歌？<笑>谁要上来唱歌？ 我给机会，我要重唱吗？OK， 没有关系，在等待的时间呢，我先请一些歌迷上来唱歌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就在这边唱。你喜欢 Danell 以下那什么歌？现在很想见你。那你呢？Love is under the sky。还有呢？他想不到，他不好意思。啊，你喜欢哪一首歌？冥币啊，哦，冥币，我也喜欢。 那其实我真的很开心，可以来到槟城，因为很难得，每次回来都很忙碌，都有工作。那这一次呢，其实我是看到很多我的朋友，还有很多我的亲戚、我的家人，Hello， 我的嫂母，还有我的堂弟，然后我的同学，还有哦，我的阿姨、妈妈、爸爸呢？爸爸不在。<笑>其实真的很开心，每次回来槟城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画面。你们好吗？ 好了，既然歌在播的，那我们就继续唱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过我要你们唱哦，可以吗？好，这边会有你们唱的时候。你在天上，没有眼光，你是我永远的梦想。现在可想见你，如果你会答应我，你是在时间梦里的情景，拥抱你在天上。 不怕别人眼光，你是我永远的梦想。还有一次，现在很想见你，要打电话给你，可是我的勇敢只在我梦里。
好啦，那就这样子，那我其实很开心这次可以来到这一边，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谢谢。